人生的种种经历，无一不在启发我们觉悟。知乎上有个热门话题，人到多少岁才算成熟？一条高赞回答写道：真正的成熟与年龄无关，而是真实自我的发现，是精神上的结果与丰收。曾经我们以为成熟是顺其自然的结果，到了某个年纪就能从容自若的解决一切问题。后来才懂得，一个人真正的成熟是心智的成熟。 活得通透的人，不过是阅尽世事后，然后开始知己、知人、知命。一知己。有人问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，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最难的是什么？他说：认识你自己。一个人若是认不清自己的实力，眼高于顶，就会输得一败涂地。相声演员曹云金就有过血与泪的教训。早年间他在德云社的时候，因天资聪慧。 得到了郭德纲的力捧，事业一度如日中天。最火的时候，只要有他演出的门票，开售后几分钟就会被一抢而空。在当时，曹云金就是德云社的门面，各大电视台也纷纷发出邀约，高价请他参加节目。然而，由于社内的规矩，演员并不能私自出席活动。随着名气越来越大，有人甚至愿花几万请他表演一个小时。在金钱的诱惑下， 曹云金的野心愈发膨胀，再也不想受到德云社的约束。他觉得自己天赋异禀，年少成名，又有粉丝的追捧，即使自立门户也能名利双收。于是，在郭德纲的三十七岁生日宴上，曹云金宣布退出师门，断绝了与德云社的关系。离开德云社后，曹云金也有过短暂的辉煌，他接采访、上综艺、演电影。 赚得盆满钵满，但耍大牌、离婚风波等负面消息也接踵而来，他的观众缘越来越差，没过多久就淡出了相声舞台。人在高处时，难免会得意忘形，以为能永远风光无限。殊不知，你能被人看见，大多是因为背靠雄厚的平台。离开了平台，你若没有几分真本事，往日光辉都不过是昙花一现。听过这样一句话。 弄清楚什么东西是真正属于你自己的，你才能真正拥有它。我们这一生有很多加持项，但资源、人脉、权力、美貌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殆尽。待这些附加的价值褪去，剩下的才是你的立身之本。刘慈欣在《三体》中写道：“弱小和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，傲慢才是自以为是的人。沉溺在眼前的成就里，往往会误判自己的实力。” 保持清晰的头脑，看到山外有山，人外有人，我们才能心怀谦卑，稳步前行。做人最大的智慧，就是找准自己的位置，修好自己的本事。二治人，牛顿说，我可以计算天体运行的轨道，却无法计算人性的疯狂。在这世界上最经不起考验的就是人心。前两天看《唐伯虎画传》，对此深有感触。唐伯虎自幼聪明过人。 首次参加科举就中了乡试第一名，一时间名声大噪，各路文人富豪乡绅纷纷前来拜访这位前途不可限量的青年，大家同他推杯换盏，称兄道弟。然而在第二年的会试中，有人诬陷他连同另一个考生徐经作弊，他因此被打入大牢，受尽酷刑，永不露入围官。待他伤痕累累地回到家中，得到的不是家人朋友的关怀。 而是众叛亲离，往日之交把他当作谈资，在公众场合取消他是个虚有其名、不择手段的骗子。弟弟见他仕途无望，也决心与他分家。无人信任，无人相助，他只能靠卖字画为生，晚景十分凄凉。《金瓶梅》中说，一朝麻似黄金尽，亲者如同陌路人。这世间无论关系亲疏，向来是同甘容易，共苦难。 一个人身在低谷，没权没势的时候，最能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。不禁想起季羡林先生的一段经历，他当年因率真直言，被安上了莫须有的罪名，下放到牛棚改造。曾经对他毕恭毕敬的人，转眼间就对他避之不及。之后几年都没有朋友写信给他，偌大的烟园里也无人敢跟他说上一句话。某天，他的孙子发烧，住进了医院。 这位花甲老人推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，匆忙赶往学校，差点跌倒时，有个女同事大胆上前帮他扶了一把车，他感动得热泪盈眶，嘴里念叨着：“这个人，我毕生难忘一次举手之劳，却让季老铭记终生。”可见当时他处境之悲凉。这件事发生后没多久，他便官复原职，大家又一窝蜂,蜂地拥了上来，家中宾客盈门，好不热闹。 风光时高朋满座，落魄时无人问津，怎能不令人怨愤？然而一起从前种种遭遇，季老说道：世态炎凉，古今如此。假如我处在别人的地位上，我的行动不见得会比别人好。成年人的交情离不开利益二字。菜根谭有言：饥则富，饱则扬，欲则去。 寒则气，人情通患也。穷困饥饿时投靠人家，酒足饭饱就扬长而去；富贵了的就巴结，看人潦倒就闭气，这是人的通病。别人对你的态度，往往取决于你的可利用价值。你若有用，必定有人前呼后拥；你若无用，到哪里都会遭人嫌弃。阿、啊、德勒说过。 成熟并不是看懂事情，而是理解人性。当你看清人心后，你就不会高估任何一段关系；当你悟透人性后，你才能尊重人性，顺应人性，活得自由而洒脱。三之命，荀子有言：“天道有长，不为尧存，不为桀亡。”世间万事万物不会因为一个人、一件事而发生变化，冥冥之中，一切自有定数。在十三幺最新一期中。 演员冯远征讲述了自己不为人知的坎坷经历。他说，自己人生有三次重大转折点。第一次发生在他十六岁的时候，为了成为专业的跳伞运动员，他放弃高考，废寝忘食的进行了两年的训练。可在年度考核中，学校以年龄太大、体格太瘦为由，把他踢出了跳伞队。第二次是他辞去稳定的工作，千辛万苦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时，结果。 老师一句形象一般，就让他退学了。在二十二岁的年纪，既不能上学，又丢了工作，沮丧可想而知。然而他并没有后悔自己的选择。学校不要他，他就主动到各个剧组投简历试戏，最终为自己争取到了几个不错的角色。第三次是他为了提升演技，跟随老师到德国留学。本以为这次一定能大放异彩，却遇到了德国动荡。 还遭到了外国演员的排挤，他只能扮演一些无名的路人角色。理想几次受挫，放在别人身上一定会耿耿于心，无法释怀。但他却没有将这些放在心上，而是回到国内重新出发。回国后，他潜心打磨自己的演技，演艺事业一路高歌，先后有多部作品爆火，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角色。如今还成为北京人艺的院长。 在节目中，主持人问他：“你如何对待生命中的这些残酷呢？”他说：“残酷，你要是消极面对，会觉得社会灰暗，觉得不公。但我从来没觉得我艰难，我接受。很喜欢庄子中的一句话：‘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。’生命中有许多无可奈何的事，不是你想改变就能改变的。只有知道了这一点，才能安心顺命，允许一切发生。细细想来，我们辛辛苦苦。” 忙碌一生，能掌控的事情少之又少，富贵贫贱皆有定数，生死荣辱难以左右，谁都不能料定自己的前路在哪里，也不能知晓往后会遇到什么坎坷。既然看不到未来，不如珍惜眼前的人和物，过好当下的每一天。莫言说：“来是偶然，去是必然，尽其当然，顺其自然。人生是一场体验的旅程，不必活得愁眉苦脸，垂头丧气。” 顺势而为，随遇而安，我们才能抓住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。《此地花开》中写道：生老病死、悲欢离合，幸福的、悲惨的、成功的、潦倒的，人生的种种经历，无一不在启发我们觉悟。一个人真正的成熟，都要经历这三次开悟：认清自己，知道个人的渺小，眼中才容得下他人；知人识人，尝尽世间冷暖。 就不会为一时的聚散患得患失，了解命运，知其无常与有序，才能在人生的起起落落中悠然自处。点个赞吧！看清生活的真相后，愿你我依旧对他满怀热忱。